太阳好毒啊，今天。好毒啊！啊哈，啊哈，好好。你再扔石头，我就一拳把你打到墙上去，抠都抠不下来了，行不行？哥，他在挑衅。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要不要丢石头？要不要丢石头？要不要？嗯。这是你的右眼。这是自己的右眼。现在我要你了。啊。来，看看，看看，好好。想咬我，结果一口咬到自己的手上。要不要？他得做这个高的，没有啊？你照顾他，照顾他，我照顾他，照顾他，你照顾他，照顾他嘛。这是谁？不知道啊。这是晨晨，这是瑞娜。没有，这是酷。没有，这是豪豪。豪豪坐在哥哥对面，我可以看到你。哪里？看到豪豪乖乖的。你怎么又开始敲？一出门就开始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。坐好，好好，好好，坐好。我今天不要你。今天不要你，他又今天不要你。来，好好，好好。公子，不要！你不吃又不吃饭，晚上又饿。我不想这个肉，我要那个。那个。好吃，好吃。哇，这个鸡汤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喝汤？胖不行，拿不住。你过河。我在你过河。锦鱼宝宝现在也生气了是吗？谁还不是宝宝了是不是？就是哥哥，你把汤给豪豪面前就是了。胖，他喝不了。凉一会儿，凉一会儿，别动，他烫。凉一会儿。你摸一摸，你摸摸，你摸摸下面，最下面，最下面，烫不烫？烫。烫，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好。坐下等好不好？好。坐。不要，我变小了，我变小了，我变小弟弟了。凉一会儿吧。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烫不烫？烫不烫？烫吗？烫。啊？不烫呢。那喝。拿着，自己抱着喝啊，捧着喝，有一点点烫，你稍微吹一下。吹。不用你了。啊，不用我了，自己拿。
好不好喝？好喝。